我送你回去。行了，肖掌印，你也不必人前无微不至，然后把人给当傻子了。说一套做一套，你这一套一套的，跟我这儿套棉袄呢。我嫌热，不想陪您玩了。我怎么就说一套做一套了？陈嬷嬷来府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那又怎样？ 您不是一样会把我送回宫吗？什么时候？今天不成，看看明天；明天不成，看看下个月。您不如直接告诉我什么日子得了，省得我在这儿心存妄想，还真以为咱们是朋友呢。 肖掌印，我知道您是万岁爷的人，替主子办事天经地义，是我连累您了。对不起，您放心，我懂事着呢，赶明儿我就去勾栏院。你去啊，我敞开大门让你去。 就是去花楼学怎么勾引男人嘛，技多不压身，就当学门手艺了。走，主子，这栏杆跟我犯冲，人也跟我犯冲，我就不该来这儿。